因为他本来就没有follow他的演唱会的话，应该知道他这一段是有一个红色的大外套。他本来一直答应我说，姐，我会穿外套，身材给你秀。然后今天我下高雄的第一秒，他就说，姐，我决定不穿外套了。然后我想说，就已经最后一秒了，我能说什么呢？因为 Hebe 不是说40岁以上的女人才懂得怎么样秀自己的身材跟。 爱 C 的 body，Come on， 我们就是40岁以上的。Come on。 我那个男仔，我那么美，我看起来真水的，有你，有手卡通的扣扣，你嘛是你有卡层，要五项，贵啊五。